大家好，我是赛道喜，欢迎收看赛道喜的双峰沙。那么本期呢，我们回到了久违的国战环节。那么国战里面呢，由于咱的技术也不是那么好，所以也没有什么技术好讲，咱们这期呢就看娱乐向的视频。今天我们主题是董先生的人生经验，那么我们来想想这一区我们应该想哪个武将呢？哎，我什么也不说，你们自己猜。好的，第一局录像叫做东汉末年政治黑暗，军阀外戚狼狈为奸。这个军阀和外戚分别是谁呢？选将花四个老鼠，看都不看，直接选了太后董顿。哎，这个组合特别爽了、啊。说在哪里？你用太后这个武将在户外疯狂的毒，把手牌毒空了以后，到自己的回合，别人以为哎慢着，后宫之中岂有你的位置？为什么要亮这个将呢？这大嘴是会玩的。他这个亮将啊，是在什么时候亮的？不是开始就亮，亮完有个手亮摸牌的这个空隙，他稍微等了一下，等谁呢？就要等我们太后。我们把那个阵毒给预亮出来，就可以大嘴。毒大嘴不是为了说他能够，你看马腾亮出来了，太后这只亮将亮得多。毒大嘴不是为了说让他九杀大嘴，而是为了怕他一待会儿射的射上瘾了，停不下来了，把我们给搞死了。就这么一点，这个马腾算是我们额外的一个福利，不管他。哎，你看打出三个魏国，大嘴很聪明，选择了果断放弃。射也射不死，闹干脆不射好了。这是四血诸葛亮，是关羽。你看到没有？三个魏，两个群，所以这个小诸葛果断的去打魏国了。没事，还有其他人帮我们去打魏国。你看，哎，周瑜出来了，哎，你周瑜打谁呢？他只能打魏国，魏国这么强，你看我这群人废我，他大哥被翻了，另外一个将肯定是个废将。对，就是要让你们所有人这样想。何太后被翻好吗？好得很，我告诉你，就是要被翻。咱们动一下，这些牌都没了，干嘛动？我还不想动，动了以后还招仇恨，不动最好。就这样不动，额外留个七张牌，一个一个赌，挨个赌，先用这个装备去赌。哎，这个装备我们倒是用不到了，很有可能。但我们朋友都死了，还用个鬼？基本牌留着保命。董卓只要能活下来，待会儿一定是大收益。好，你打谁？你看打那个人去，打我们没用，他觉得我们有闪。好，你不打我，不打我，所有人就打我呀，不然我的闪怎么耗掉的？对不对？两个南蛮，谁怕你？毒他！你看我们刚好两个闪，用了个加艾玛毒。岂有你的位置？好，两个南蛮一定要开出来，不开出来你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刀锋仔。好。南蛮入侵夷，哎呦，出来一个疯婆子啊！幸亏给他翻了，不然这个疯婆子一动，那我们这个可能不仅大魏崩了，我们区永也崩了。好，两个南蛮入侵打出来吧，我两个杀等着你，再来呀、啊！漂亮，就要这样。袁绍这个牌留的真好，有两个杀会玩的，因为两个南蛮没出来，你不过留牌最好是按这个 A O E 来留。两个南蛮一个万箭，就是说留两个杀一个闪是刚好的。OK， 还不翻袁绍，你看到没有？他看不起袁绍。今天你对袁绍的看不起，明天他要让你高攀不起。这是董先生的人生经验第一条。好，上战机闪，不要紧，待会儿你跟他跟我说。现在我们一滴血了啊，到回合内就可以发动技能了啊，可以大归心了，所以一定要把命保住啊，一定要把命保住。所幸我们有一个桃子。余姚进攻点爆发用，放心，周瑜不会搞我们了，没有必要搞我们了。现在魏国还比较强呢，他巴不得收这帮人头，而你收这些人头，可能他们也有桃子，哎，所以这个时候就是闪呐，一定要闪，漂亮，就叫你闪。你要是把这个搞不死的话，还麻烦。来，谁的？都是我的。我的经历就是到了凉州，我想我也该退休了，于是呢，我就准备去凉州的个地区做一个县令。后来中央呢让我进京去评论。我说另请高明吧，我也不是谦虚，我一个凉州牧，哎，怎么就要去中央去当太师呢？后来袁绍同志对我说啊，中央已经决定了，你来进京评论。我说我也不说另请高明，我说鼓励国家生死以其货币须知，先把两个魏国搞啊。到了中央，我们也没有做别的，大概三件事：第一，把这个大魏打崩了；第二，哎，把这个疯婆子打死，能不能打死呢？火攻。没有桃子了吧？没有桃子了吧？漂亮，我们可要连赌的一代了啊！把这废牌丢掉。下一个搞谁？你说，搞曹丕吧，好不好？搞曹丕吧，诸葛亮没必要，小乔搞不死，搞了，搞不死还有毒，怕什么？搞他，闪，没有了吧？翻面翻谁呢？哎，翻周瑜，看到没有？不放袁绍，还看不起，毒他丫的，就留三张牌，就留一张牌，不要怕，因为你看到没有？谁敢不从？咱他死了以后，咱们还有个七乱，又摸三张，再读一下。哎，你看这时候他就翻他，那也不是送我们吗？对不对？你明显翻周瑜，不管了。他觉得翻周瑜的话，他自己还是要死，他有野心呐。翻周瑜让周瑜要养回来，他不想这样。那对不起了，来，没事，不要动曹丕啊，曹丕给我亲自手，对，杀他一下就可以了，闪无所谓。来，再平一波乱。老夫进京平乱，岂能空手而归？没有杀吗？哎，有杀，是桃送过来，那对不起了，再见。先把曹丕打死。打死曹彪二打二，三个魏国天说崩就崩了。这支笔要用吗？这支笔丢了，搞他。
过了无所谓，吃个桃子了就这样。关四女装，装美神装过，四张牌又摸三张牌，漂亮。现在这个张牌冰了，所以待会儿无脑的去读的，决斗一下，有杀吗？没有杀无所谓，无坦。后宫之中，岂有你的位置 ？OK。汝等看好了，别锁。这一下有点还是要有点担心的，他这一动，哦，那你又送我来了。不过我感觉，只要你这个反间中不中都无所谓了，我这绕不过去归心了，因为摸到他的牌。看一下他的牌，哦，方梅花，那对不起了。九杀，先从那走。袁绍待会射一波，直接结束。射不了，我们还可以再一读，没有问题。最好袁绍搞张杀。拆了，入个深深啊，决斗那再见了，这局结束。啊，如果说还有一点贡献的话，就是把那个周瑜小乔给搞死了。哎，这个对于我们残局是很重要的。哎，因为这个家伙单挑你这样一群雄根本打不赢，把这两个人打残以后，那么这个诸葛亮投降了。所以这局大家学到了吗？人生的经验，这就是董先生他们这个人生经验。好，我们再看一局啊，这局是跟我们这个和美女何太后一个合作。那么接下来一局呢，我们要发挥董先生本身的威力，不要你们其他人帮忙，自己来打一把。好，我们选将有董先生的干儿子三姓家奴吕布布，我们有选吕布布，我们选了纪灵灵。纪灵灵在这个残局据说啊非常给力，但是呢我们董先生这局能不能进残局还是个未知数，不管了啊，把董卓给解中。哎，点位亮出来，打中彩一号，打我来，漂亮，就是要打我，你不打我我怎么觉醒，对不对？来，孔门之好，队友出来一个，注意一点啊，曹操，哎呀，打工仔二号出来了，打工仔三号出来了，三个位你不要怕三个位，三个位怎么样？其他人不帮我们打的，我们是一号位，在我们动之前，其他人都动了，你帮我们位我搞定了，你怕什么？来，反卫联盟军在哪里？漂亮，陈妹妹，我们的爱妃，搞他丫的！顾家不要动，这个时候，这个明显这个虚晃典韦就是个突破口嘛，对不对？打的就是他，小的，对。他就没有毫无防御力可言，射了他嘛？咋地？有蔡文姬是吧？哦，那恐龙是个毒恐龙，或者貂蝉这边有个蔡文姬。好，疯婆子来了，疯婆子要打谁呢？三群两卫。哦，不对，说错了，三卫两群卫，那肯定打这个卫国了，对不对？连弩，哎，看到连弩没有？要想一想，这个连弩不是跟你毫无关系的。假如啊，这个屌不放他了。假如我们待会儿能够大归心，你看南门自有人放。我们能够大归心的话，这连弩不就是我们的了吗？你看我们还有多少张牌？哎，有意思啊，有意思。恐龙，名士之风，仁义高洁。黄云这是个废物，你亮出来没用。你这个人只要不是小鸡，你到时候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啊。黄云看了一下这个人，再去打魏国，所以这个人应该不是群雄，可以告诉你。都使用他可能打我们了啊！我打魏国打那么狠，你看，请注意，这个时候我为什么要无视貂蝉，就是为了引诱这个小姑娘打我们，坐实了我这个非位的身份。那国家说好啊，那你坐实了，我这杀不打也浪费，打你一下，正中下怀。蔡文姬判我预料之中，你只要不判红桃，别让我回去，判什么都无所谓。不然你看，先亮个将，吓吓他们。哎，我这时候为什么把这个纪灵给那个什么了呢？给按回去了，又在纠结我要不要待会儿发技呢？结果这回家逃跑了，那对不起，我给亮出来了，谁的都是我的。你看连弩是我们了吧，还有陨鸟进攻，多少张牌呀、啊、你输入双刃，实际上这是可以不双刃了，但我们要老 K 一下赌一下无所谓。哎，国家搞一下，请注意国家为什么没有梦牌，因为国战中所有技能都是要狩猎才能发动的，身份觉得国家一技你可以设定为自动发动，但是国战中不行。 OK， 打死一个救一下，无所谓了，直接突旋掌来。梦中杀人，国家死了又摸两张牌，接下来恐怖的屠杀开始，先抓丈八，哎，把黄仁英打死，用两张不是杀的牌就拍出去，又黄仁英没闪了，托管就不要紧了，他不托管过来怕什么小胖子，怕什么什么老诸葛，那你托管就无所谓了，好搞他，我说了他不是那个，你放心，退一万步讲，就在那是群雄，我们后面两个牛逼队友呢，怕什么？搞死了，搞死了，杀，哎。托管了就不说了，托管这就哀莫大于心死，你不托管你还有这个可能，我怕你什么周太什么，你托管了那对不起吧，来摸一堆傻高傻子，所以呢这一局就结束了，这一局强就强子，哎呦还有个大嘴，你搞不死我，我们只有血腥的反击，这是董先生的人生经验之二，不到最后一刻不要放弃，扮猪吃老虎才是成功的秘诀。俗话说得好，还有一句话叫闷声发大财，也是我们要看的第三局。有的情况下这个局面不是那么好，本来大好局面给打崩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是呢隐忍自己寻求突破。哎呀，曹丕咱不选，我看到董先生就想选，懂了吧，这个将太好玩了，你想你发一次这个七个将就
你的发动频率比人家孙笨包孙笨高，实力还比孙笨强，我有董卓干嘛不选，对不对？好，我们看这一局。好，刚才我们重启了一下，好，继续看这一局。董卓貂蝉选将咱们不多讲了，选董卓和他旗下的爱妃跟我们一起作战。那么貂蝉这个将本身实力就很强，如果配上董卓的话，一轮能够形成非常好的爆发，而貂蝉的闭月呢也可以让董卓在额外的防御力稍微强一点，三雪的身板呢又能够让我们更容易进入那个要发动大横征的姿态。好，我们先看这局，先寻求啊有没有打工仔帮我们打下工。亮将啊，怎么都不亮将啊，我的妈，这打工仔成咱们自己的人了，想都不想直接开了一个这什么玩意儿，开了个大兄弟，你说这脑子里装着什么啊，不管他啊，让他开，还是个邹氏还不能亮，有什么用呢，你又不是邹大嘴，你能干出什么事呢，现在你看这疯狂打工，弟兄们，我们的机会来了，气得要死，你摸这么多牌你要用不了，哎大哥，你还看了一下他主将继续杀的有什么好将的，乐不思蜀 OK 七次狼白阔一点用没有，那咱们怎么办呢，这周闷着呗，还能怎么样呢，你现在亮出来找死，已经亮出来个把藤了，本身可能还不算特别嘲讽，无限了这玩意儿其实随便给你了，好，他不管的。好，看这个194怎么打啊，君临天下同学拆他，哎无限这个马藤真是跳，那你不能说明什么，他可能不是拆乐这件，他可能是拆手牌呢，如果实现拆乐我们可以给他标个飞群，但问题他不是，哎这个屌丝去杀他，注意点，是有一点点像群雄，但也不一定、啊、不能完全这样说，可能就是个抢人头的呀，对不对，好去进个加熊，那没有办法，那你现在这个群雄嘲讽很大了，问题在于这两个将本身就是两个，这两个至少这个马腾他是个弱旗武将，强行变成一个大势力还被别人打，真是非常被动。好，稍等一下，我接一个电话。好，我们回来，前面那是个太史慈，真讨厌，这贾诩就一下就被打空了，贾诩本来就是个魔防很强，物理防御相对跟不上的武将，哎，还打魏国，这是多丑魏呀！闪了，马腾有用吗？能不能把他翻过去砍一刀？难难，总能靠他一滴血的，虽然用处不大。没杀。好吧，这马腾是个废人了，不要管他了，不要亮剑，继续过吧，闷能闷一会儿是一会儿，今天你闷得越好，明天你爆发的就越巧。好，我们继续看194，抓个光枪八过，谁也不打，不得罪。因为你群雄虽然看起来人数占优势，但实际上这个实力已经不行了，又开南蛮，开南蛮，这个开南蛮现在开的有点不明，是为什么？贾诩不怕，你把马腾打，还把这帮人搞死了，我还要谢谢你啊！请助我一，还在搞他，你这个人还好没有杀，耗一下牌，耗一张黑闪电，倒也不算亏。马腾，我求求你快死，你现在不死啊，这帮人天天盯着我们打，好吧？有个减一嘛，还不亮，哎，咱继续憋。这兵狼村的兵谁呢？兵谁都没有意义，兵马腾这肯定没有必要，不兵马腾别人也不会把你放群雄的，不用担心。好，终于有两个魏国，真开心，因为这样的话你对比谁强，你肯定是那个魏国强，所有人都去打魏国。贾诩打一下，司马懿又跑出来，一遍一遍的翻来覆去，这个孙辈两个吴两个魏两个群，这就好玩了啊！你看到没有，分分钟开始搞你魏国了，司马懿人头，腾哥你看到没有，腾哥抢不到这个人头，看看，哎，有可能，这个独条是谁知道吗？蔡文姬，应该是这里的人，叫什么？贾诩边是蔡文姬，那挺好，早点亮出来，我和你们这是同源啊！没伤，没伤，行吧，咱们还可以继续多憋一会儿吗？看看啊，装个武器，继续憋没有问题，手牌不溢出的时候就可以继续憋，咋地？先等他们这个仇魏的风潮还没有过去，先把魏国给灭一个，灭完呢马上吴国又成了最强，再把吴国灭一个，要实现我们这个计划很重要的一步，这个马腾你快点死掉，马腾现在留着毫无用，根本不论我们的东西。好，继续过，那现在就是吴国和蜀国啊，吴国和咱们群雄死一脸，对不对？但是马腾一死呢，这个许褚的火力就可能砸到太史慈身上，咱们呢继续憋，因为我们对于这个贾诩的养是个很强烈的盟友，你跟他怕啥飞哥，很强烈的盟友，我们只要一亮，大师大师你搞谁呢，啊，把贾诩的牌可以摸过去，不可惧，不要怕不要怕，千万不要怕，慌了就不好办，就不能慌，桃园结义，你以为他很强，咱们这时候可以名正言顺的去搞吴，不亮将去搞吴，哎你咋地，你吴国这么强我不搞你，没有亮不来呀，不怕死就行，乐不思蜀能用吗，乐泰尔茨，哎没有问题，泰尔茨很讨厌的，
而你乐鲁肃的话，克鲁泰斯又把这个，哎，漂亮，又跳出一个飞舞。这哥们一托管那是有问题，托管那边老鼠是最常见的，当然也不排除其他事情了。这个许褚呢，什么时候没干？乐，嘿，为什么要乐？因为这时候泰尔兹很多牌，鲁肃即使添过了，他这个也不能撸牌了。好，我们可以继续动了，决斗一下他吧。好，慢血，不要紧，装个紧，那装一下可能会好点。好吧，不管了啊。哎，这些就很奇怪了，你为什么杀他呢？你这样搞，基本上说实话，我觉得你就是个群了。老鼠他不过这时候去搞这个独苗的，这个喷你一个群了。可惜人家许褚现在不能报复，你不然早把你搞死了。不管了，拼点，哎，留个这个在旧时防他拼点，防火阵用一下试一下，砸砸了我也没办法。好，可以觉醒了，但是啊，这三张好牌只怕都要给泰尔兹了。咱们知道许褚有个人帮我们续命。哎，许褚，我真是感谢你，这个时候还在帮我打工，全然不知自己已经陷入了危险。告诉我们，搞不死就对不起了。整个天下，整个天下要臣服于我。好，能告诉人吗？不能告诉人不要紧，我们现在这状态可以连续的发横征的，不要怕。好，火攻一下，不用吗？哎，火攻中了，漂亮，装个没牌了，没牌失礼了，因为你有灌师符的时候，来了一个话头的话，我们就稳了。我们稳住就能够无限的去玩横征，而贾诩这里他们没有人愿意吃菜呀，对不对？这三个人谁吃个菜，那我们高兴的不得了的。往往贾诩还不是那么容易死的，快把鲁肃送走。送走不要紧的，贾诩一个乱舞还不死，我手里留张杀呢，乱舞可以搞死很多人。那个许褚现在是没有手牌的许褚，就什么事都干不了。你砍他怎么样呢？来乱一个，左山观虎斗，鲁肃死了，把泰尔杀死，摸闪不要紧，这边再来一刀你还是死。我等杀头，你刚练没什么用，又掉一滴是吧？部下一城，以退朝贼，曹一哥怎么的？我们有华佗在，你这个就打不定。所以我们可以总结这一局了，你发现没有？这帮屌丝在我们两个群出来以后，死了一个，出了两无两位，互相打得非常惨烈啊！他们互相打的时候，我们是两个暗群，渔翁得利。这就是董先生的人生经验第三条：学会闷声发大财。你最好的机会永远在后面。这个 MVP 完全是乱给，这马腾全场一直乱砸给他 MVP。 好，不玩了。那么这局呢，我们今天通过三个视频跟大家好好分享了一下这个董先生一路走来如何啊，从一个凉州牧走到这个太师这个丞相这么一个宝座的。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好好的学习一个，以后呢把这些经验运用到我们的生活中，运用到我们的三国杀实战中。那么今天我们的视频就到这里，谢谢大家。